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课本，他说前面四个就是三恶道跟长寿天，这四个是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的啊。那第五个啊，就是只有生而忍啊，因为你不是在天，那因为老师有讲嘛，他说如果依真义案来讲，只要升到天上，然后就是长寿天，那就是。不是天上就是三恶道，中间就是人而已，啊，就是人比较容易。但是是不是天上就不能闻到佛法？其实也不一定。但是就是机缘也不大，就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要生在佛世。第五个是生在佛世，啊，那生在佛世就是没有佛前佛后的灾难，就是你要，就是佛出世的时候你也出世。如果佛还没出世，你就出世了，啊，那就是佛还没佛，就是你生在佛前，还没有佛的时候你就死了，那你也听不到佛法。像那个阿斯陀仙人，就是他去跟佛陀看相的那个，这个净饭王生出来了之后，净饭王生了一个儿子，啊，之后他就请那个。就是释迦牟尼生出来嘛，然后他我也护人往生啊，然后他后来抱回去啊，抱回去就请那个人来看啊，请那个谁啊，请那个看相的来看，哎，其中有一个阿斯陀仙人，他看了说这个一定有一个会前佛，可是他那个时候年纪很大，阿斯陀仙人年纪很大，啊，那个有公布年纪很大，大概可能七八十岁了。他活不到这个小孩子成佛。释迦佛出家的时候是29岁，成佛的时候35岁，他都七八十岁了，他活不到100多岁，等不到释迦佛成佛，没办法，他知道没办法，啊，那他就跟这个他的徒弟讲，我告诉你，因为他徒弟才10几岁了，释迦佛就让他30年后成佛，他也才40几岁，所以那个时候就跟他讲，我过不久就要走了，我看不到成佛了，但是这个一定会成佛，啊，这个悉达多太子以后一定会成佛，你要记起来，啊，以后20-30年后，你要记着，世间会有佛，你一定要去找佛，千交代万交代，最大的遗产是这个，可是因为那个阿斯陀仙人也很有修行嘛，但是就没有解脱啊，又见不到佛，死了。死了之后，这个弟子当然也很伤心啊，但是年轻嘛，那因为他师父留下很多的财产啊、名声啊，那些徒弟啊，都跟着他啊，然后那些财产啊都是他的，哇，就名闻利养多了，
慢慢过了那么多年，已经把他师父讲的话都忘记了。释迦佛已经成佛了，他也没去找他。他师徒这些人的弟子还叫那罗陀的样子，也没有去找他，就这样。然后这个佛已经涅槃了，他都没有去找佛。身在佛寺，那个阿斯陀仙人就身在佛前啊，没有身在佛寺啊。那像他两个老师，佛已经成佛了啊，他还教过佛，还没那个时候还没成佛，但是佛成佛之后，佛成佛之前他就往生了。佛成佛之前他就往生，他如果慢一点，等佛，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佛嘛，那个时候悉达多他已经在修行的时候还没有佛，还没有成佛啊。佛成佛就是。在佛成佛，就是在悉达多成佛之前，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佛法，没有佛哪有佛法？他还找不到解脱法，那他就走了，就没办法。这个叫佛前，就是在佛之前，甚至在佛还没有，就是甚至在是悉达多还没出生以前的，那这个都没办法。悉达多出生了，他还没成佛，那你还没成佛你就死了，那也没办法，那也没办法。那如果在悉达多入涅槃之后，那涅槃之后还有佛弟子还可以的。那佛后就是没有佛的，也没有佛法的，那么你再来也没有用。那比如说像那个佛陀最度的最后一个弟子须跋陀罗。佛要入涅槃之前，他赶快去。如果佛入涅槃了，他没有佛了，那么他也许还有佛法，但是他也不会来，也不会来亲近，也不会来听啊。那个时候，须跋陀罗就不可能得证阿罗汉。这个就是佛前佛后。那我们现在虽然没有佛，但是还有佛法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嘛，经典所在之处，其同有佛。一样，佛在最大的作用是讲佛法，佛法在就等同佛在。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啊，就佛前佛后的问题。佛前佛后就是没有生在佛寺啊，就是佛在的时候你不在，佛不在的时候你在，那没有用啊。那所以有这句话啊，忏悔此生业障重啊。这佛出生的时候我不在啊，那佛涅槃了我才来啊，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我们看到佛寺。来看这个，就是说一大劫，这一大劫有分成住幻空四终劫，这四个终劫，那每一个终劫都有二十个小劫，每一个终劫都有二十个小劫，那这个都是没有人的，世界刚成的时候是没有人的，世界要坏的时候也没有众生，那已经坏了没有啊？那就有一段期间没有，那也没有众生，那没有世界哪有众生？就像地球刚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众生的，啊，那坏的时候也没有众生，那已经坏掉了，散掉了没有？也没有，散掉就没有了，那众生要住哪里啊？那叫做成住幻空，那各有二十个小节，成住幻空二十小节，也是像这样啊，就好像房子刚盖的时候。刚盖的时候怎么住人啊？刚盖的时候不能住人啊！房子正在盖的时候是不能住人的，那怎么住？盖好了啊，住人；房子坏了也不能住人，为什么不能住人？啊，等到没有房子清掉了，空地也不能住人，没有啊，也像这样。啊，二十小时后才又开始又盖房子，然后房子盖好，然后像这样，地球形成，这样叫做成住幻空。啊，这成住幻空四个终，这个叫终结，四个终结。但每一个终劫有二十个小劫，所以一大劫有八十个小劫，是这样。那这个都没有人，就这个时间都没有人，那只有这个有人。好，那这二十小劫有众生，那众生啊，那二十小劫来看，那一小劫啊，一小劫大概就是1680万年，所以一个终劫是3亿3600万，大概是这样讲。啊，当然这个算法很难这样算的。那有些说地球的寿命已经是，地球的寿命有到现在已经有六十亿年的样子，但是人类的历史应该不会超过200万300万年啊，那应该不会，最早的不知道大概
大概就是一两百万年，大概这样，我就还要去查一下。那但是整个在延续多久不知道。但是我说过，这种换算应该不能这样换算。但是如果我们从真简洁来讲，大概就是这样，一大节大概就13亿年。那现在来看这个，当然有的算的不太一样啊。所以弥勒佛再来的时候有50，啊，也就是讲50几亿年，那个又算的不一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就是世界刚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众生了啊，就有。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都没有佛，这个很长的时间呢，都没有佛。第九节出了四尊佛，过去有三尊，现在一尊。啊，这个第一尊是拘留孙佛，人寿60000岁的时候，他是80000岁嘛，最多84000岁，最少10岁，人啊寿命。最多84000岁，最少10岁。那从84000岁，从10岁，100年加1岁，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又从84000岁，100年减1岁，减1岁，减到10岁，就这样一增一减。啊，60000岁的时候，有一尊拘留孙佛；40000岁的时候，有一尊拘那含摩尼佛；20000岁的时候，迦叶佛，迦叶佛在这里。啊，到100岁的时候。有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活80岁，到100岁的时候，那过来就没有了。现在是简洁，如果照这样的说法，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简嘛。60000岁减到40000岁，40000岁减到20000岁，20000岁减到100岁，100岁会慢慢减到10岁，啊，就寿命越来越短了，可能会战争啊，就平均寿命就很短，一下子，啊，像非洲的刚果的小孩子。6岁以后才取名字，为什么？大部分活不到6岁，啊，你取名没有？大部分活不到6岁，啊，类似像这样，就是说有一些，啊，能够活过的不多，那就减到10岁，那再从10岁再加到84000岁，啊，那释迦佛是最后一尊了，那加到84000岁的时候，啊，然后有一尊弥勒佛出世，就这么一尊而已。啊，84000岁减到10岁，10岁就这样都没有，这一节都没有了，这一节只有这一尊。那我们到弥勒佛这还很久，还非常非常久，还很久。这个减到10岁就10岁，一增一减嘛，就10岁再慢慢啊，增到84000岁，哇，这个又很久了。到84000岁那个时候才有一尊弥勒佛，然后过来就都没有了哦，你看过来。11、12、13、14都没有佛，然后到第15节的时候，有994尊佛同时出世，这就很多了。但是就他也同时，他就等一尊佛出世啊，但是比较多啊，这个就比较多。那到16，但是他这一次而已啊，佛出世才几次？你看，1次、2次、3次、4次、5次、6次、7次，才7次。只有7次的机会，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啊，这么7次的机会，20小节里面，只有7次的机会里面遇见佛，其他没有，啊，那16到19又没有，20的时候最后一小节有一个罗智佛出世，没有了，啊，他没讲几岁，那你看，你要生闻佛事那是非常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在这里，还有释迦佛。释迦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释迦佛的仪法还在，啊，所以还算是在佛世。我们现在算是在佛世哦，啊，再过了就可能不知道了，啊，就以后不知道。那你生在释迦佛时代的，像迦叶佛时代，你努力修行，那你会升到天上，啊，那前面不是有讲嘛？那升到天上，那等到释迦佛时代的时候，他再来，啊，他会等到释迦佛时代再来。就是迦叶佛时代，他升天，他依释迦佛修法，他升天，那升天到释迦佛时代，他再来，你看离不远嘛，啊，这个离这个离远一点哦，啊，8万这个才100，这个20000到100，这比较近，所以迦叶佛时代升天的，在释迦佛时代来出家修行，那释迦佛有讲啊，你在释迦佛时代修行的，然后升天，那你升几次天，升几次啊，
身体是天人，天人寿命很长啊。身体是天人，就到弥勒佛的时代了。弥勒佛时代，你再下来，龙华三昧，就成道得道，就这样。那龙华三昧这个你这个机会你再没把握，再过来就很远哦。再经过五劫，这个是非常非常长的。这个在你要抓佛法，因为这个离这个比较近嘛。你看这个跟这个最近，所以迦摄佛时代成就的很多。就没有成就，但是等到释迦牟尼佛成就，成就很多。那释迦牟尼佛是在像我们现在修学佛法升天，然后再修学佛法再升天，几次以后就好了，天寿很长，几次以后这弥勒佛就来了。如果你一直做人，当然就要很长了。但是你如果升天一次，一天天天天一次几万岁，有的几十百万岁、几十万岁的，那弥勒佛来的时候，你每次修学佛法持戒、包括斋戒、行善。弥勒佛来的时候，你就会来人间，跟着弥勒佛出家，或是跟着弥勒佛修行，龙华三昧，你一定会得度，你一定会得度，这是一个方法。当然还有所谓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往生到净土，到现在有佛的地方，那这是释迦佛跟我们讲，你只要在释迦佛时代好好修行，那么他会人天人天，人天人天就比较快了。如果你一直做人，当然你如果菩萨道的话，你累积的就多。那弥勒佛来的时候，因为很近啊，你看很近啊，这个跟这个最近，来就这个跟这个，过来就没有了哦。过来整大劫，整大劫都没有，整四个14劫都没有，到15劫才有。那过来就都没有，那再来一尊，然后又开始。下一个节叫做新秀节，这一个节叫贤节啊，又不一样，就没有几次啊，没有几次可以遇到佛啊，不容易啊，所以生逢佛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算是好像中了特奖一样，在这个当然都跟你过去，也许在迦摄佛时代就有修行啊，我们也许在迦摄佛时代，我们在迦摄佛时代就有修行。那释迦佛是在燃灯佛时代受记的呢？燃灯佛那个是很远很远很远的、燃灯佛是从白到很远来的，然后他慢慢修成佛，当然我们没有成佛，成佛还要更远。在燃灯佛时代修的，然后慢慢修到他这个时候成佛，那我们也可能，我们也有可能在迦摄佛时代就学习佛法，也有可能。那慢慢到了释迦佛时代。没有成就，到弥勒佛时代可能会成就，是这样子。但是要努力就是了。好，所以他这里就是什么佛世，佛出世跟佛法住世的时代。我们现在佛已经涅槃了，但是佛法住世，所以也是佛世。如生在佛出世以前，佛法衰灭以后就没有法了。像印度现在没有佛法了，佛法衰灭了。那么人生也无缘闻法修行，像新疆那一带早期玄奘的时候有佛法，就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全部是回教徒了。看到佛像还用炸弹把它炸碎掉，像巴基斯坦，那个以前都是佛国巴基斯坦那个以前是佛国现在看到佛像还要把它炸掉，那以前那个多虔诚啊，那个就是转换一转换转换，所以那个就叫做边地或佛寺了。他没有，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佛法了，佛法衰灭，是佛师，但是佛法衰灭，也没办法，那个地区啊，就变成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些边地。好，所以你生在佛出世以前，佛法衰灭以后，那人生也无缘无法修行，没办法，除非你跟佛有缘，像摩耶夫人，他是生他的，佛。他生他的，他生出来没多久他就涅槃了。他爸爸好一点，他爸爸净化王生病的时候，佛去跟他说法，也证果，据说证三果，也证了果。摩耶夫人虽然已经广生了，但是因为他是佛的母亲，就生在道一天，佛去为他母亲说法，也一样证果。所以这个又因缘，他虽然不在佛世。但是他跟佛人缘，他也是天人，但是在道一天基本上还有说法的。道一天人很多也
佛的时候也来听法，一样听法，一样有成就的人多，不是没有。好，第六个还要生于中国，这个中国不是指现在的中国，它是对遍地而讲，有佛法的地方就叫做中国。凡是有佛或僧众弘扬佛法的地方，就是中国。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中国，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啊，不是啊，主要是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那么没有佛法就叫做边地，所以无量寿经边地已成。那么如生长边地，没有佛法，主要是没有佛法。虽然与佛同时，也不能闻法修行。像佛出生在印度，只有恒河两岸那个地方有佛法，那个地方叫中国。其他的印度比较边缘的地方也没有闻到佛法。那欧洲啦、美洲啦，包括中国，包括我们的那个汉朝，佛陀出生的时代相当于孔子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佛陀出生的时代。那个时候印度有佛出世，中国就是老子跟孔子，老子孔子差不多时代，孔子早一点，所以佛陀也差不多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如果就是佛陀有可，孔子也有可能早一点，因为佛陀出生的年代也很多种说法，不过大概在西元前，大概西元前三四百年那个地方，我们四五百年，也就这样，大概西元前五百年，四百多年，大概这样。那除非你生在当时的，比如说舍卫国，摩揭陀国那一带，要不然也不太闻到佛法。即使生在印度了。当时的印度有16个国，16大国，非常的多，就是那一带。那么超出的那一带没有佛法的地方，其实也很多。所以那其他的就不用讲了，欧洲、非洲、亚洲、美洲，亚洲里面印度是亚洲里面的一个嘛，那只是印度。那其他的欧洲、非洲、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斯洛啦，美国啦，我说这一大代都觉得这个全部是叫做边地，全部叫做边地，没有佛法嘛。如生长边地，没有佛法，那虽然跟佛同时代，也不能闻法修行。第七个，那你就是，好，那你现在生在有佛的地方，你跟佛同时代，又同地区。这个就是时空因缘嘛，同时代你才能够见佛嘛，同地区你才能见佛闻法嘛，很简单嘛。你虽然你那个时候生在有佛的时代，那个时候佛出世之后你出世了，成佛的时候你见到佛闻到法了，那就是对嘛，跟佛生在同一个地区，你在摩揭陀国啦，或是在舍卫国啦，但是你看你那个时候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不能说，就是六根不具了，或是你意识不清楚，我们就是说有智障了，那么这些你就算你听得到，但是你没有办法明白，或是你根本就听不到，或是你根本见不到佛，那这一些都形成障碍。虽然你就生在佛世，你就在跟佛同一个地区，那也没办法，那一样有障碍，没办法闻到佛法。没有闻到佛法，但是这个主要是在讲，因为你感官上的缺陷，你没有办法闻到佛法。那其实像眼睛看不到的，耳朵听得到，还是可以的。那有一些眼睛瞎掉的，他一样，如果他能够听不到佛法，那能够思维，他一样是可以的。所以盲聋哑盲不一定不行，那聋就真的没办法。聋，你听不到，以前没有什么点字的，是没有，就没有办法，所以你一定要听到佛法，你才能思维嘛。那你没有听到佛法就不行，但是眼睛看不到，你听得到，其实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啊。那阿拉力眼睛瞎掉，后来佛陀还不是教他修到得天眼，还一样可以啊。
所以眼睛瞎掉是还可以，但是耳朵听不到就比较难一点。你没有办法听到我讲，你听老师你怎么文法？以前又没有书，又不是说像现在还可以了、啊。现在就有那种耳朵听不到的，但是眼睛看得到的，他可以看书就可以知道啊，他不一定要听啊。以前没有啊，以前要用听的，一定要用听的嘛。以前没有书啊，佛法没有这些经典、啊，一定要靠书的嘛。那现在就不一定了，现在眼睛瞎了其实也可以学的，耳朵听不到但是眼睛看得到的其实也可以，他看就可以了，或是他看这个，但是如果你智慧有障碍的，那就完全没办法了，就六根里面眼耳鼻舌身意嘛，那他主要是眼睛跟耳朵还有这个头脑，主要就这三个，那舌头没有办法说话那其实也没关系的，舌头讲不了话，那是没关系，还是可以学佛，还是可以学佛啊。但是六根不净不能出家就是、啊。所以这个是盲聋音哑、啊，那盲聋音哑基本上其实讲的是六根不净，那六根不净重点不在于六根不净，重点在你没有办法听闻佛法，重点在这里。那如果照现代来讲，六根不净不一定还可以听闻到佛法。但是如果你有智慧上的，就是你的智力上有障碍，那就不容易。你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但是你的心障碍太深，你没办法啊，那也没办法啊。所以他讲心狂或暗钝到不能明了事理啊。那虽然身在佛寺，身在跟佛同一个地区，那也没办法。不过像导师这里讲舌头不能说话还有什么关系，不能说话是没关系的，一样可以听闻佛法啊。那不过他只是在讲六根不净，听闻佛法有障碍这样啊，但是他不能学佛出家，就是如果你六根不净你是不能出家的，在佛陀时代有很多不能出家，不能出家不是不能解脱哦，不能出家跟不能解脱不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出家是要弘扬佛法，那会有积险的问题，所以在家也可以解脱啊，所以他不是一定要出家才解脱，而是出家他负有责任啊，所以六根不净他基本上不能出家，包括说你男不男女不女，男你也很难，你不能出家，为什么？那你如果是比如说你是男同性恋的，那你出家的你要在男众生团还是女众生团？那你就喜欢男的，你还去男众生团，那更糟糕。那你要去女的地方，你那女的也不要啊，你是男的啊，对不对？那一样啊，那就很麻烦。那你说那成立一个同性恋生团，那更糟糕，那是喜欢同性恋的聚在一起，那更糟糕，那欲望更重。所以他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同性恋人不能，如果同性恋要修行能不能得解脱，还是可以，但是他一样要去掉这个念。那不要说同性恋，异性恋也一样啊。异性恋，你一定要对这个欲望，你一定要离欲，你一样才可以解脱嘛。但是他还是可以修行，不是说不能出家就不能修行，不是哦。啊，出家是另外一层意义，还是可以修行。修行呢，你努力了，一样可以得解脱。啊，你不一定要出家嘛，但是出家你就担有那一种形象，啊，你就有那种责任了，所以他就有所限制。所以六根不净其实还是可以修行，修通过真正修行还是可以得解脱的，只要不是智力受损的，智力就因为修行一定要智慧，修行一定要智慧，你没有智慧那是没办法的。你像那个霍金，那霍金什么东西都坏掉了啊，只剩下头脑没坏啊，你看他脚也不能走啊，手也不能动啊，那个霍金啊，研究黑洞那个霍金啊，前不久才往生的。那头脑极好，什么都，嘴巴也不能讲，耳朵大概也，耳朵好像不能听，我不晓得，眼睛可以看，啊，他几乎大概都没办法了，手也没办法动了，又跟不去，但是他如果努力修解佛法，还是可以得解脱，因为重点是智慧，重点是智慧，好，那眼睛啊、耳朵啊，这个是要听闻佛法来增长智慧的。重点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六根具足啊，六根具足，那主要是能够听闻佛法，没有听闻佛法的障碍，
没有思维佛法的障碍，主要是这样。第八个，虽然没有上面说的障碍、困难、障碍，可是生长在邪见家，就是有邪见的地方。邪当然邪见就没有正见，没有正见就没有佛法，曲解佛法，或是说你根本就跟佛法背道而驰的，或生长在外道教区、外道家庭，颠倒邪见，九习成性，那也跟佛法无缘。所以说离邪见，导致这里是撞在离邪见。那一般讲的叫做四字变通，就是世间上的，就是四单是他，重点还是在他不接受佛法。啊，比如说像你生在基督教区、回教区，那这些都不行。他生下来就是这样，但是不是完全不行？那有些人如果那个三根，他还是会转的，会转。就算你生在有佛法的地方，你也不一定信佛啊。这个是学佛的障碍，平常称为八难。一梵语唐译为八无暇，暇就是缺憾、缺失嘛，圆满啊，就八种圆满啊，就是没有不圆满的，没有缺憾的，就是八种没有修学佛法的时机，重点在不能闻法。还不一定不能见佛，不能闻法，做人家不能闻法。就算你看这个《阿含经》里面讲，舍卫国，佛在舍卫国25年，佛成佛才45年啊。也就是讲40，就是他35岁成佛，35岁成佛，80岁入涅槃。所以佛在这个世间是45年，他虽然80岁，可是前面35岁他不是佛啊。35岁以后才是佛啊，所以这个前面35岁，佛在世间只有他讲这个八十岁100年，不是他只有45年。佛在世间只有从他成佛到他入涅槃，这中间只有45年。45年啊，有25年在舍卫国。那你看。25年在舍卫国，舍卫国当时有90万人，号称9亿啊，1亿是10万人，所以9亿就是一个城市90万啊，大都市了，有90万人，90万人里面啊，1/3的见过佛，也就是知道有佛，有1/3的只知道有佛，没有见过佛，啊，知道有佛就像。就像有些人知道有马英九，不一定见过马英九啊，就这样，那一样知道有佛，听人家讲啊，谁在有佛，他没见过佛。有1/3的人甚至不知道有佛，也没见过佛，也不知道有佛，也没见过佛，见了也不知道他是佛，不知道。你看哦，舍卫国，佛在舍卫国25年，舍卫国那么多人，他不是佛在弘法而已呢。还有舍利佛、目犍连一大堆人，阿罗汉在弘法，还是有那么多人没见过佛，不知道有佛啊！你看1/3的人没有见过佛，不知道有佛。当然佛没有事也不会到处去啦啊，大部分都在禅修，啊，会到哪里说法啊？走到哪里特定的地方啊？所以啊，你看，即使身在佛寺，跟佛同一个地区，跟佛同一个城市。你也不一定可以见到佛啊，闻到法。就算你见佛闻法了，像提婆达多、善心比丘啊，这些就在佛的身边，跟在佛身边那么久了，也没有解脱，也不一定。但是能够见佛闻法，总是有个种子啊。提婆达多再怎么样，再怎么样，从地狱上来啊，再怎么样，他过去这些种子依然会让他得解脱，还是会的。所以见佛闻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啊，那么我们不落八难，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是身在佛寺，有闻到佛法，而且还在修学佛法，我们得人生，那么这个是啊很难得的，再过不久就没有了啊。那但是你不用担心，这时候修学佛法升到天上啊，就依这个。没有多久，你在弥勒佛的时候正道，啊，当然很多人现在找另外一条路，啊，就要去阿弥陀佛那里，啊，那也是个方法。
好，那我们往底下看，他说生死流转中，人生最难得，就总结了。其实你要得人生闻佛法，这个是太难了。那这个义犯恨情勇，三世胜诸天。有人把人生看得太无意义了，或是自知能低，或是环境坏，于是自怨自恨自念，不能发心来修学佛法，不知道在这生死流转的五趣，五趣就是五道，我们说以前都是讲五趣而已，后来独子部在把这个阿修罗另别立一趣，就变成六趣，就叫六道，以前就是五道，五道轮回，就五趣。那么生死流转的五趣中，人生是最为难得的，这是稀有难得的机会。如看清自己空过了，实在是太不值得。你很难得才能够生在有佛法的地方，而且能够听闻佛法，听闻了之后，你还能相信修学佛法。这个一无量寿经的说法叫做什么？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这个是不容易的，你好好想就好了。畜生就六道众生那么多，看不到都不要说，看得到了就好。蚂蚁有多少只？苍蝇有多少只？蚊子多少只？太小的也不要算好了。佛陀曾经讲这个看得到的众生像爪上土。看不到的众生像大地球那么多，那个维系的生命太多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土里面那些虫啊、鱼啊，那就非常的多。太小时候我们不要算好了，海里面的不要算，单单算陆地的就好了。那海里面，我们刚刚讲70%都是海啊，那个众生多到不得了啊，小鱼小虾的多到不得了啊，那个都不要算好了，就算看得到的陆地上的老鼠就好了。老鼠的数量都人的三倍了，老鼠的数量就人的三倍。我们一年吃掉的鸡鸭鱼鹅啊，你知道超过人了，超过人的总数啊。人现在70几亿了，一年吃掉了多少？当然台湾人都吃掉不晓得多少只了，几亿只了，非常非常的多。那吃掉了就不止了，单单地球上的老鼠就是人的三倍以上。其他的不用讲了，因为你要做一个人，那个是多不简单。人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少，人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少。如果众生有100万人，大概百万分之一而已哦。真的哦，你这样给他比算起来啊，人不到百万分之一吧，都不到百万分之一。那百万分之一的人里面哦，那又四大洲嘛。学佛的又很少，不要分四大洲，就这个地球，南阎浮提，地球有75亿的人，佛教徒，我这样讲嘛，佛教徒，南传、北传、藏传，再这样乱传的，加起来，不到5亿人，5亿人，你把那些妙禅、妙天的都算进来好了，因为他们也自称是佛教徒，把龙生殿、青睐那都算进来好了，都不到5亿。大部分是佛教徒跟基督教徒，大部分。那佛教徒里面有些是也不纯的啦，就是什么都信的啦。所以你看，当然台湾算是一个佛教国家里面，佛教徒也不多，顶多就是可能一两百万。大部分是妈祖的信徒，不是这些王爷啊，这些信徒，就不多，不多呢。台湾难道其他地方就不用讲了？那回教阿拉伯世界根本就没有佛教徒，完全没有。所以你看，成为人非常不简单，成为人里面又能够信佛，那更不简单。所以这个信佛里面又能够信大圣，那就更不简单。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才会讲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当然他还讲了，大圣里面又能够信净土，那就是这样。所以这里在讲人生难得。真的是要做人哦，是稀有难得。
那你现在已经得人生了，啊，那你还不把握，那你就太浪费了。啊，那时间到，啊，我们先讲到这里，啊，下次才从人生难得再开始再讲。好，就讲到这65页这里，啊，就是你得人生闻佛法，那你又不把握，啊，那这个是太不值得。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各位请起立。